创作过程，其实蛮快的。Yeah, quite fast.、啊、quite fast. It was quite fast.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当时我还在工作， uh-huh. 然后我就工作完了过后，我就听那个 voice note. Ben, I think this part 我们可以有这个肚子大子肚子大子东西进来。对，我不知道那个、yeah. 那个 idea 是怎么来的，可能你可以分享一下。没有，因为我就是想说要做这个串烧嘛，所以这个串烧里面是需要有。怎么说呢，张国荣前辈的很多经典的歌曲，对，比如讲说刚才你们听的那个拒绝再玩啊，明星啊，对，还有追啊，对，这三首歌，然后我就想怎么去把他们串烧起来，然后我觉得拒绝再玩好像没有听过一个抒情版本的，是，所以我就一来的时候就来一个抒情版本的，然后他直接在那个 voice memo 就 I think we can do it like that 真的真的就、so, 很快啊，就可能四到五个小时就够。他用大概五六个 voice memo 把整个曲给编出来，很棒。多花款，随便偷款，潮流起，中百几动作新基本，但我我觉得我们的挑战都是一样吧。我跟你讲，你一天就录完了，几个小时就录完了，对，就大概。两个小时了，两个小时啊，所以你录一次哎，对不对？一次，我录两次，因为我其实你会听广东话吗？修修啦，我是会啊，修修我会听，但是我不会讲，所以其实录制的时候、很多困难，我觉得最困难对我来说最困难的是那个快歌哦，修修修修修修，我在录的时候就是。其实是那种字，比如讲说熊 or like 夫，因为有些字可能我们念的时候没有很标准，对对，就是因为广东有可能六个辅音，好像是没有多过多过 right， 所以就不同的辅音有不同的，然后有些人讲广东就是纯的广东话哈，有一些字是要 scoop， 一些字是没有 scoop 的，对，而且我们听张国荣前辈的唱歌，我几乎是我听，但是我很难抓到。Yeah, 对， yeah, 我抓不到。就比如讲说我唱追的时候是一追再追，只送这赶生。But 是不是这样子唱的？其实yeah, yeah. 所以要真的去细听，然后去break it down。但是呢，还是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版本，好不好？看有没有灵有没有感应了 ？OK， 一二三讲啊，一二三。原来都不